解读这一次的九合一大选也是新生代网络选战，主要是民调没有办法涵盖手机族，才会和选举结果差很大。那么同时呢，有一个重要的指标，也就是呢，凸显出青年关心政治以及青年参政的部分，更是打出了漂亮的一仗。每天把生活点滴po网分享，他不是部落客，更不是艺人明星，如此用心经营粉丝页，他到底是什么人物？17岁参加守望相助队，闯荡8年，决心走进政治圈。罗廷伟参选台中市公选里里长，用新时代参选手法为自己赢得漂亮的一战。边走边喊，坚持不用扩音器，追着垃圾车跑，只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自己。罗廷伟巧妙运用网络资源，就是在网络上，就是反而会看到那个罗廷伟有在做事，那反而其他的里长就是会被忽略这样子。影片透过网络分享再分享，罗廷伟人气瞬间飙升，加上行程公开透明，也让他与选民之间更贴近。同样祭出网路牌参选市议员的桃园政治素人，相信大家对他都不陌生。26岁王浩宇，我是中立人粉丝页的创办人兼团长，带着26万人按赞的超高网路人气跳出来从政。那附近居民有透过谁来反映？就是我们都找里长。网路就像是全区监控系统，反映所有大小事，让王浩宇能第一时间和民众沟通。拍照了。果然，王浩宇不负众望，以第二高票当选，同时也扭转了传统选举形态。那很多网友反映给我们，就会觉得，哎，效果很好，而且又可以帮助到别人，就会更乐意反应。不管是高人气粉丝页，还是小族群式网络经营，都有别于以往传统媒体的选战模式。建立网络行动办公室，服务不打折，让他们成功在新世代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经营策略，成功打赢选战。